非常好的开局啊，努比亚啊，努比亚这个点球是他本赛季第二次的送点了。Yeah, we have to win. 这个张雨宁非常聪明啊，看出一个前锋啊，so sorry, 一假设一 right now I'm just disappointed because 看一下这个球李磊传的。Yeah, it feels like we were going to win this game. 这个球呢，张雨宁低下没有停，但是爆发力上来， yeah, right、蹬两步赶上一个假动作。那这下确实是带到了张雨宁。张雨宁他有自己的。Yeah, we were so close to winning this game also, so it'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ing right now. 靠啊！虽然这四场比赛的这个结果也是非常满意的，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失望，因为这场比赛本应该拿三分的，但是最后被人扳平了，然后此时此刻就失望。黄毅，好，感谢三十二中，可以说对国安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奥古斯托。这杰拉都不在，那这个点球呢，可能会交给很久没有开张的巴坎布。河北队应该是能接受。武汉队球员现在要合理的去施压，打得这么好的最后收偏，被对方这个比赛早早的进球，可能对这场比赛太可惜了。我觉得在情感上大家可能情绪激动啊。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李霄鹏，好的，球队在最后时刻靠着一个任意球，然后绝平了比赛，是不是很刺激？努比亚在上轮单场十一次解围啊，是中超球员里面最多的，可以说率队力保零封。有任意球，但这次出脚还是有些莽撞，非常幸运吧？来看看，当然这个机会是上赛季的全队的不断的努力吧。国安现在对上射手王，他差张稀哲，对，因为前面拉开有两个球，因为在全场基本上，申花都在落后。巴坎布起脚打门，冲进了。包括还是比较轻松的。第四分钟，巴坎布本赛季中超的第一个进球，终于是打破进球荒了。那个在上一场，这样一来的话，也是继续刷新自己在国安队史上的进球记录，肯定是有些疲劳了。14个球了。那么这场，我们也进行了轮换，但是就是很不巧吧，好像是。就是好像上一场跟努比亚这个球员就是前场也是前五分钟比赛踢起来很兴奋，对，正面防守开始就他一般没有问题，非常被动的遇到这种啊，对方球员如果很聪明的话，努力的去打一个变化，然后他是更加的就是浪费体能，消耗体能吧。但是最后反正刚才说的能够打平，相当的稳健，能够追平还是非常幸运吧。但是我们还要再努力吧，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对，依然要从第一分钟就把注意力比较艰难是赛前力足以防守反击。包括今天没有上阿金，下一个高中锋上三匹快马，就是因为想打防反，但是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战术分析再来回顾一下最后那个定位球的判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自己，接下来张雨宁单单机会传起来，禁区里面。这个没有人抢前点。这场比赛从过程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对水平的比赛。哦，这是最后那一个定位球的产生，你看看这个定位球的过程啊。王秋明在休赛期从上海申花签下的外援中卫，今天呢，第一点之后李霄鹏是重点有所部署啊。得说啊，就上了卡里索，卡里索是火线复出，因为之前刚刚受伤，搭档努比亚这个中卫的是外援组合，三个引援对他们包括他也想通过这两个外援啊，能就阿德里安这一脚就是个人的，但是呢，这个开场早早的之前有一个铺垫的第一脚，哎，力量足够了，但是好像是调整角度有点偏正，没错，刚才是在不对抗状态之下的一个倒地。我们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回顾的判断。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呢，把这个不满的情绪抛开，因为结果是不可更改的，还是要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对，能够理解作为后卫球员的可能，有不满有委屈，但是你必须作为防线领袖，先要把这个比赛。你们两位哈。首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马尔康的一个伤情，有没有最新消息？安慰他是。马尔康的伤情可能要到等会儿开朗的球员，这种球员一上来啊，稍微有问一下，应该还没有问出来这个结果。打击肯定是有的。那包括彭新立的伤势，应该也是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来提问，来问一下。在上个赛，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赛后我们看到是在最后的包括张先南老等。这个球队呢，非常有点像英超的国力，裁判进球是主裁判和整个这个裁判球是一系列的这个防守是很硬，但是防守是跟对方球员之间，包括后来看到这个梅米，而且外援是非常非常愤的一个卡。不知道是因为最后这个定位球的判罚，还是都没有单场别的原因用满国外援名额。
我前面已经问了一下，但是我没有问出来结果，问出来的结果都是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能够看到，河北队的球员还是很冷静的，就是虽然刚刚家乡球队就是很激动，然后回来之后立马平复了心情，在这个就是这个替补席上面坐了大概也就是十几秒，做完之后马上就开始跟这个球迷协商，就是马上把自己的心情这个平复过来了，还是这点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好的，也是，反正有时候我决定就是说这场比赛，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双方都是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而且从整个进打时间到拼抢做得非常好。在最近当然了，在比赛当中都是何超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前七名，我们看到队员每球必争，右路防守非常好，每次探发，这也是足场非常一对三现象，能不能把球摘出来？如果说强行起到三角，到远端。他们在脚脚门，他评论之后，这下成了打点了。之后如果还能冷静的，哎，张红略今天红牌非常平静的离开场，我觉得这做的很好。之前对巴索的在足球场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可喜的是，双方的队员又是非常冷静。到这个位置来包抄，强安抚下来，这是有一个变现。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杨哥，就这种比赛，如果中超场场有角球机会，这种水平，角球呢？这个对，穆比亚卡利索是不是有很大的该考虑要不要上了？肯定穆比亚要上，因为上一场这是这前一场对申花啊，穆比亚通过年轻角球的头球得分，而且他们踢的是一场比场好，还是杨帆发挥的越来越自如，这是我们想看到的。我想这个无论是手上有一个对抗，这一下唐帅吉上下了。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提示，唐顺吉的尺度呢通过这些比赛来储备更好的、更多的人才积极啊，每球比赢，每球比强。是的，那也感谢红豆跟我们来前方的一个连线，辛苦了。好的，好的，好的。他的这个锲而不舍导致李可在进球的时候呢有些犹豫，对，本身也不是一个像石龙那样组织性突击的中场，越来越多的一些本土球员以及更多以来的精彩的发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那最后呢我们来揭晓一个更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金猜题了，看看这个红包大奖的分享。首先我们来揭晓答案，十一档杨指导今天都误导了大家，这个队员烂了，这个结局杨指导也很难去预测得到啊。我们来看啊，选择 C 平局只有15.7%的人，一下子只有4000人也过来参与防守，二点球，这个真的是很难猜哦。然后我们再还有到湖顶的位置，来看看第二道题，这下有点半算了，李重秋。合计进球数啊，在最后时刻。但是呢，这个是猜两到三的还不少啊，就是那前面4800多人里面啊，这里有1000人，不知道这个叠加下来是不是咱们就到了百位数了？就是分这2000块钱，这个位置犯规还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 A 选项的朋友们可能看了最关键是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杨指导这个合适的带歪大家方向，15分钟，他并没说是15分钟之内，看得出来想要将功补过，也没说是之前的15分钟之后的。好像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杨指导也是对的，没错没错。所以说哎，选择的是 C 选项啊，18.5%的朋友。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还有第四道题是下半场比赛是否会出现红牌，否。那么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看看最终是有多少人平分2000元呢？北京国安中后场有些被86人，哎，这不错这不错，这数字越小啊，其实每个人分的钱越多。谢谢秋和田一农，所以有这个在每个人分到了23.25块，加个鸡腿。所以李湘红呢，今天看完球可以来加个鸡腿哈，也欢迎各位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金猜题的互动当中来。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更换直播间来观看武汉队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最后感谢严老师和杨指的精彩解说，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各位拜拜。没有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把球传了回来。张稀哲再回交，李磊。北京国安在这个赛季的中超呢，场均控球率是64%，高居第一位，而武汉队呢是47%，是第十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两支球队传球和控球呢截然不同，但是双方创造的场均机会都是一样的，说明国安队可能在效率方面呢还有进步的空间，而武汉队追求的就是我要质量。可能我数量不多，但是我反击，我要一打一个准，这是李霄鹏追求的东西。其实足球比赛不一定你控球时间长，传球次数多就能取得胜利。是这样。啊，最主要的你，哎，这个球抢到反击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好球。上半场比分是1-0。池中国这下抢断的还非常快，没有给对方形成反击。
看这个站位呢，确实是索萨和于大宝搭档中路，然后杨帆放在右边。杨帆以前在天津队踢球的时候呢，这个运动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他打边路是可以，还是救了回来。李磊，能看出西哲其实状态不错啊。再叫张西哲，没事儿，好球。确实，你看国安这个转传的能力非常强，看看。连续的中路渗透，对，这但是有点打得太小了啊，三个人反抢，这是国安应该要做的，对吧？就是丢球以后，中场马上形成人数啊，把球抢下来，不给对方这种反击机会。再交埃弗拉，哎，这别了，这个于大宝这样抢的可以说啊非常快，没有让对方转身。判断队员对于刚才呢于大宝的防守啊有些怨言，所以用相同的动作也放倒了巴坎布。对，田一农也是这个赛季登场过的11名前江苏的冠军成员之一。对，而且田一农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在本赛季的中超抢断榜是第一名啊。我刚才提到了中场正面的拦截能力，这都是为了像张稀哲、像巴坎布啊，包括可能原本会想到有比埃拉这样的中场传控啊来准备的。但是比埃拉不在，可能球队在前场呢还是会以张稀哲所在的左路为轴心。因为李磊这边进攻呢要比杨帆要好一点。是，李磊无论如何他是可能会在40强赛成为先发的左后卫。这边单对单想过一步过了，中间一点接应，这下李磊不知道身后情况，所以只能把球放出去。其实看到埃弗拉这个个人能力了啊，但是中路看的包抄人员没有跟上。看一下拿球面对索萨很有自信，趟两步踩个单车直接往底线走。对，看过得很轻松，而且索萨呢知道自己已经到禁区线了，不敢做多余的动作。这个方浩啊应该往前点去抢，你知道吗？你要在后边等，即使高球他的身高也并不是很高。看看这个定位球，卡伊索这边的队友做了挡，漏人了，前点投球，好球，先拦出去，看看外围关队反击的机会。石中国还在拼命的奔跑，但是哎，这个要给牌了，背后有犯规，一张黄牌。要重点介绍一下，唐胜奇呢，虽然是一个年轻的裁判，但是他的执法尺度历来就是偏严的，所以两边在做动作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对，其实，对裁判呢，可能每个裁判的性格不一样，判罚尺都不一样。那这个球要称赞一下石中国，本身高速奔袭啊不是他的特点，那这个球还坚持推进了有几十米。对，这还是，而且让年轻的啊年仅21岁的方浩到后面跟不上了，背后的犯规。方浩也是曾经在巴西留洋，这赛季从山东泰山租借过来的球员。其实这个刚才咱们赛前听到的，就是国安可能这场比赛完了，可能对下一场对河北会有一个调整，这样对国安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的伤病呢去恢复。对，主要是伤病严重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两方面来看啊，先看这次看看这个球里面传的不错啊，没有挺好，想直接越过穆比亚找张玉宁。国安的赛程呢，因为今天亚冠已经公布了，和后面有很多轮次的这个中超比赛是撞车，所以国安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但是以现在的伤病情况呢，第五轮延期确实可以球队喘口气，因为打完这场呢就回北京了。但是相应的你在后面的赛程也会比较艰难，但那个时候呢可能像一些球员都能够回来。所以在时候国安的阵型往前提了，在赛程方面呢，看对下一轮要对阵金门虎，也是第一阶段可以说最好的拿分机会。而国安队在第一阶段毕其功于一役，今天的比赛是他们唯一的取分机会了。哎，这个给牌了，哎，一张黄牌。其实唐顺其实判罚还是比较准确的，到目前来看呢，没有什么问题。你包括他前两场比赛，我感觉判罚也是比较准确。上半场比赛结束，池中国一张黄牌。这个黄牌给的还是没有问题，是
自己拿大了以后啊，那个铲球。而且这一下呢，也幸亏是埃弗拉自己有一个躲闪动作，没有更严重的受伤。这就是经验啊，可能这个球你要伸出去，你就受伤了。对，国安队呢以六名球员入选了今天的国足信息集训队，是第二多的，仅次于广州队的七人。李可、石中国、张稀哲三个中场一块入选，说明李铁指导对于国安的这个传控风格是比较认可的。我们来看这次定位球，比亚的头球还是不错的，传起来到侯森的范围了，直接拿下来。这个侯森出击的还是比较及时，但是姆比亚又很拼啊，这下不知道是不是撞在了门柱上。刚才我们说了，他丢那个点球之后啊，一定是后面想尽一切办法，这种定位球要上来要建功。对，侯森这下出来很及时啊，如果要不出来的话，这个点很有可能后边他的球员给顶到。是，侯森的1米88，他的这个禁区掌控力还是不错的。0-0领先了以后呢，可能对国安来说这种传控打法不着于进攻啊，最主要的别去丢球。李航再转交易重秋，哎，这样抢断非常好，索萨也肯定是希望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来证明自己。对，上赛季呢在长春亚泰第二阶段实际上他是没有怎么上场，因为强指导用的是本土的双后腰，结果呢，哎，黄子韬也不错，这个、了看看这边黄子韬单对单在等队友，这就是个人突破能力不是很强，传中 了再来传，先挡出去，看二点，哎，进攻有力啊，哎，裁判你要掌握的非常好啊，应该是有终止裁判让比赛继续进行，有手球，对，传起来又滑倒，这下保护侯森把球拿到。其实李航这个位置，我认为他应该回来一点啊，他可以拿球这种转移。是，姆比亚呢在前面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啊，目前是站在了一个中锋的位置，身后是李航，控球率几乎是6-4开。对，于大宝，今天对于他来讲呢，一定要身先士卒啊！为什么这么说？金灾于洋打不了啊。U20国家队呢征召了梁绍文、阮奇龙，意味着国安现在只有四个中卫，除了于大宝之外，金鹏翔、杨帆、柏杨之前都没有踢，今天是杨帆的第一场比赛，这个赛季都没上过，所以需要时间去适应比赛的节奏。对，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将，于大宝必须得站出来领导防守。其实国安队呢，我赛前算了算啊，也能排出一个伤缺的阵容啊，梁绍文、于洋、金明哉、王刚、奥古斯托、费尔南多、侯永永、比埃拉、朴成，这阵容也挺豪华的。对，所以我们可以见到伤病对于国安现在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武汉队这边呢受制于外援的情况，肯定也是在等待在第二阶段的一个调整机会。姆比亚啊，拿球直 C， 外援之间的联动到边路，这球防守李磊上得很凶，这球是不犯规的，和方浩的一个争抢。再来看球呢破坏出去之后啊，两边都没有收啊，方浩也是想急于把这个球拿到，李磊谢导刚才也说了，在国安队左路的进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赛前呢，同一体育记者赵宇报道的三种语言向于洋、金明哉和比埃拉送出的祝福。刚才那个点球，所以中超赛场这个赛季终于可以迎来球迷的进场了，他们是足球场上最可爱的人。对，其实作为中卫来说啊，在禁区里边抢球一定要注意。
前和您搭档的韩旭、谢朝阳呢，都属于在禁区里面比较谨慎的类型啊，轻易是不太出脚的。外援呢，可能因为自己能力比较强，所以这种球呢，想着自己要抢下来，脚边一坐，好球，看看这反击，左路张玉宁这位置传过来了，塞过来，啊，传下来。那这球如果拿出的话，乌比亚也到了防守位置，对。这是吹风，国安队后场界外球啊，国安队应该逼上，这样他转过去，哎。摘出来了，对，这就你要整个的队形都要向右移，一下这球摘出来之后呢，就把局面打开了，对对对对，所以说在接外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对方，不能让对方把球转过来。再来看刚才这球是李可颂，传大了一点。张雨宁在这个赛季呢已经不是 U 二三的球员了，他自己也表示啊，要靠实力来争取一个先发的位置，对，应该说还是具有国内前锋里面首屈一指的运动力，尤其是向前推进。那这两个优点在上轮打大连人呢，都充分的展现了出来，两个进球都是自己。当然，其实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韩国教头的直接对话。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赛季当中的各支球队的资金投入，相比较之前来说是相对少了一些。那么，两位韩国教头是不是对于我们中国的球队的俱乐部会更加的了解呢？杨老师怎么来看？是不是更加务实了呢？最好是卡里索，这个赛季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降低投入的时候，反倒会找一些更加实用的一些人选来管理。对，包括现在来找的韩国教练、就是、日本教练，或者说是前男的教练，又开始又回过头来了哈。嗯，务实，我觉得这点没什么不好。首先来讲呢，就是这些东南亚的教练吧，他们呢可能更对中国联赛，包括对中国球员更了解。没有看到身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把自己国家踢球的风格特点，包括韩国的这种体能、日本的技术，或者说是前南的这种战术，都会投入到这个训练当中。哎，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说现在要跟这些大牌教练，包括现在流行的这种技战术的打法，去年我觉得这些教练也没有说落后。同样分在苏州赛区啊，两场比赛是第一场国安1-0，我就在想这个。这个训练得多难啊，这个对体能的要求特别大，尤其是这个两个边前卫边后卫，这上上下下的，我觉得有点跟当时他带全北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我也听他们说了，就目前上海申花他平均年龄应该是中超里偏大的，对，那他整个赛季尤其像中超这种赛会制是不是对他这个考验，因为现在还不是最热的时候，你如果到了最热的时候，那他的体能下降是不是会有明显的这种趋势。所以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崔康熙也说了，说我希望我们这个球队有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我觉得也是说这内部的策动。另外一点呢，我感觉崔康熙他在每场比赛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的换人名额全都要预计啊，所以他还会准备一个 B 方案啊，就每场有一个 B 方案，然后整个赛季来讲可能也会右侧可能需要一个球，包括你整个赛季设计，那我什么阶段抢分，什么阶段我要是做一些轮换，什么阶段我可能要注意防守，要给你牌啊，没什么好说的。对，裁判应该还是过来一下。咱们不是说这个 U 二三，那平均年龄可能会偏大，但是他展现出了技战术打法，尤其是这个半场惊人，裁判说简直恐怖。我在这特别想问一下杨指导，就这种打法，这个球如果要是是不是已经很少见了，在中超赛事？确实是我看了今年的申花队的三场比赛，他这个人盯人战术，除了这两个中卫相对来讲还机动一点，其他的尤其是边后卫、边前卫，那就是如果说我边前卫我盯了对方的边后卫，对方边后卫插到什么地步我都要跟。而且呢，我也不要交给我的边后卫，就我们没有位置轮换，就完全人盯人了。其实这点来讲，跟现在足球的有些出入，大部分都是包括像位置轮转啊，或者互换位置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崔康熙把这个明确，其实我觉得有针对性。另外一点呢，就这种呢，你在互相轮换位置的时候，肯定有一默契的关系，所以他把这点给排除了，你就死盯。
然后你不用跟你的同伴换位置，一阴道的，对，这样的话呢，你反而很明确，哎，哎，你没有这种所说的咱们说的这种可能交换过程当中，让对方打时间差，为什么能打上？所以这个是崔康熙的一个经验，这种铺垫，你包括他兢兢业业，你知道吧，自己刻苦训练。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上面时我们也提到了申花的平均年龄偏大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赛季其实来讲申花三个队员的引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证明了前三轮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因素，但是之后可能体能啊，好球，看看这一下啊，就是让张璐没有能跟住，非常灵动的变向，不断的变向，这替补这个没有什么再来遮掩的，我就是替补，但是替补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对，我要为看出河北队这个球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现在是小快灵了，对，就是脚下的也感觉两边都遭遇了很严重，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把握机会，对，28分钟了，比分还是1-0，奥特林开锁左脚，左脚瞄向赵宏略，远角好球，打向输入啊，打了。这个球还是打得偏正了一点，还是要连线埃弗拉。都知道这名球员是武汉的前场核心了，有下坠啊，确实也绕过了人墙，突破是4.24中超的，他是想往近角绕还是怎样？关键他肯定是想往近角兜，但是那个有时候的光考虑这个自己要下坠过人墙的这个想法，但是角度还得在弯度要低的照着，必须得是传球，是协防超的一次投球，光靠一个人可能盯不住，是必须要同伴保护。哎，这时候国安要发一个长球，照相迟文一，迟文一这一看也叹口气啊，已经救了两次险，没错，然后对方还得来砸，还得抢到角球，绕向后面高点漂亮，又是在线上，刚刚说完营救完两次险，第三次发生，这个雷诺这脚打得真好，哎呦，这脚脚不知道怎么绕过去的，而且打得很直接啊，对，这不仅仅是腿长，先卡位置，他的柔韧性就在这样高度球员当中真的非常非常好，上赛季的保级大战里他也为球队哎对对脚步骨裂，你感觉这球已经没了，对，而且或者说你一般来讲他觉得这球应该拿一下或怎么样，但人家就直接就打了，他是隔着人射的，对，而且我估计而且触球刚刚我提到了，因为张稀哲今天对阵家乡球队，我说到武汉队，武汉这个地方擅长这个出产动脑子踢的中场，最早郝俊敏啊，到邓卓翔，到张稀哲，到现在的李航，大赛后的转移，赵文健，技术都不错，战术思路是很清楚的。两边再打钢边，两个高点，两个强点。李航，所以别看李航虽然已经31岁了，在前场这个非常强的触球能力。对。那在这种局面之下，他冲掉找第一高点，莫雷诺需要球，再给右侧奥德里安左脚传后点。在中间啊，无锡这一下头球也是高出，哎，这球汤成吉人员没有犯规，但这球无锡如果不去争啊，估计在后点队也不太好拿了，中间对，因为中间有三个河北的防守队员，77分，埃弗拉还没有起来，他坐地下半天，不太理解，崔康熙有没有想到，就是这边武汉队的豪华教练组啊，李雷雷、李金宇、王亮，这都是国字号的球员。斜吊，莫雷诺，莫雷诺，他拿球啊，横向跨这两个。刚才这个球呢，埃弗拉队员过一个过两个，其实难度很大。对，所以呢，你要是贴身防，你看不着，有点不满意眼前的球。啊，对，他个高啊。对。但是你要给他放出距离，他转身就打，你跟不上他那点。翻队啊，就中场控制还不错。没错。啊，包括从这一段的时间啊，控球啊，传球啊，两个高点在身前，莫雷诺，看看这机会，往外线波阿德里安左脚往中间，打到对方30米区域就很上，莫雷诺，因为最后这一下射门之前呢，还是要和对方那禁区里防守队员有所干扰，跟进去，而方浩和黄子昌呢，他们都是快马，在禁区里面可能缺少那种捕捉战机啊、包抄的能力和嗅觉，所以这个时候埃弗拉可能得啊，既当爹又当妈。那这个小禁区前头全是红衣服。嗯。我高天意，所以打到这球你敢不？好球。哦。你看，
还是又来老婆了，伊布罗，裁判还是啊，这个铁胡博，直塞这边保利尼奥，原地摆腿打门。这什么难度呢？确实挺大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申花这个中间这空档吧，是他这个三条线拖得太长了，这个空档很明显。给对方反击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利奇在英超执教的时候呢，是比较擅长的快速的击球打法。小吴也就打进了。刚才的脚再勾一勾啊！对对。对他。存在着和李霄鹏一样的问题，李霄鹏北派打法怎么适应这个看太细腻的，而且呢就是，而比利奇呢，他讲的直接，和国安队的进攻可能也是需要这一下是形成了一个连接哦，于汉超这一下真的很凶啊，对他这个可能就是最后之前也不是有意的，就是脚带了一下，对，要提高速度，着急嘛，可能对从对大连人的两个球来说，确实有那个味儿，这一下冲的时候，有两边的教练赛前会提到一个尖锐的话题，帅位的安全。我觉得呢，都需要时间。高点坐坐到中间，莫雷诺这一个左脚的横扫啊，这下他想冲球去，还行，对，而且最后还确实是，其实他是想躲多那样，对，但是防守覆盖、啊、确实是有包括勤勉度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下让莫雷诺这下让打中部位，这也危机性也很高。那你看，我们看啊，更多的控球是就莫雷诺所有的控球，但是在三人区。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防御系统节奏来踢，对你想象不到是这么踢的话。你觉得这个球半场之后得把阿金调上来，还是缺一个这个哎大中锋？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给两个国安的中后卫啊去施压，那么就导致可能埃弗拉能过，我过一个过两个，但你总不能过掉整条防线吧？所以他需要有能力强的队友上来去。分担一些压力。哎，埃弗拉，你看他拿球的脚下很快，是，给坐，能不能转到边路？哎，看刚才咱们我说到的，就是还是李航拉回来去接球组织，带一步到禁区里面了，强行下底，这下给了门球。其实杨帆呢，从这一段防守来说还可以啊。虽然进攻对球队帮助不大，但是防守做得还可以。没错。哎，看对防好这个防守，哎，走外线。方浩的上赛季在中甲首秀破门，打进了自己职业生涯一线队的处子球。这个球员速度快啊，也是很敢做动作。你像看这种。国安打这种高球啊，大部分都让努比亚给哎争着顶了出来，所以这种球呢威胁并不大。还是方浩再转一下，不着急。其实武汉队在丢球之后呢，整个的比赛内容，尤其是进攻端，我个人觉得比上一场这个质量有提升了。哎，现在李指导就要做一个抉择啊，那半场之后我是不是要上大中锋，还说保持我前场的小快灵和国安再去抗衡，因为这样的比赛对于埃弗拉的消耗太大了，在前场活动范围特别广，那下半场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啊？高天意直传，好的，转身摘过来，背后一直有动作，但是巴坎布凭借着强悍的平衡力把球控制住。这个应该是国安需要的啊，我快不了，我在控制球，对，不要把球丢了。武汉队回来也非常快啊，武汉这个落位的速度是确实可以。再转左边，李磊，好，西哲，哎，到内部，张一哲左脚再起，没错，顶出来，这没有抢到。你看西哲这个位置啊，作为左边前卫啊。跑到禁区里面的，哎，这个球丢了，拉倒了，武汉队的反击，埃弗拉再冲，能不能给过去？啊，这球，就传的想法没问题，但是要停在索萨，索萨这下拦的还非常关键啊，这球如果过去啊，搞不好单刀很危险。你看这时候，你看啊，这个右后卫就看不见了。对，今天到目前为止37分钟，卢卡斯索萨的发挥呢，应该会让比利奇对他。有更多的信任。对对对，尤其金明哉呢，因为家人的情况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归队啊。
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问国安的伤情，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埃拉呢是这个右膝韧带半月板的受伤，于洋呢肋骨骨裂，金明哉呢因为家人重病离队，这是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些伤停，包括王刚是脚伤。高天意，因为郭全博和张玉宁呢现在都不是这个 U23 了，所以国安队休赛期的四个内援呢有三个都是照着这个去引进的。目前来看高天意和国安的这个风格适配不错，而且呢也是算成功补上了吕鹏的位置吧，而且他攻防两端呢都有亮点啊，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有后插上，有远射，大局观也可以。所以比利奇呢赛季之前也表示呢非常开心能够得到高天意，这个对于外教来说很高的评价了。看索萨确实啊这个位置补位啊抢断还是比较准确的，看刚才这球，对这个判断这球难度大，他是在行进当中啊突然急停调整身体然后腾空起来把球破坏掉。对，而最主要的啊对对方传球有个预判，有预判。哎，球员时代比利奇也是踢后卫的，左路到禁区里面拉个人能力45度起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柱上，这就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对，肖鹏在场边的鼓掌之意就多这么踢。其实比赛前咱们也分析了，一定注意埃弗拉这个球员啊，他在这个位置进过很多球，趟两步直接打内线，这球呢也幸亏侯森啊扑了一下，哎，这球可以说打的发力都非常好，哎，这一下单掌封出去。侯森为什么能打先发？除了他的这个不放弃之外，他这个神扑啊真的很多。上赛季经常用这种神奇的扑救啊救球队于水火，但是呢侯森面对高压呀、啊、他的脚下活呢还得在进步，这可能是我觉得拦在他和国足青训队门前最重要的一道坎儿了。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能力不比对面的董春雨差。董春雨现在是国足的四号门将，这是比赛到现在武汉队最有威胁的一个射门。没错，武汉队球迷如果今天在看比赛直播的话，应该对进攻端的这些起色呢是感到满意的。上一场，哎，这时候需要应该上不来，还不错，上来了。上看看杨帆再起头球攻门，哎，马上步。这个其实从张继哲分到边以后啊，杨帆下底传中还是比较流畅的。这球换20年前啊，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马的身影。哎，看一下这球，就是 C 台非常对。当年谢指导踢球的时候，这个位置杨帆这下趟的也不错，你知道吧？球传的也不错啊，只是高了一点。是。啊，您觉得同样作为右边后卫啊，您觉得杨帆的这场比赛可能还需要注意哪些点？其实杨帆对于他来说啊，打比赛并不多，可能第一次来国安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他先做好防守，应该这是第一位。而且他在那边的位置是埃弗拉，确实进攻力比较强。是，啊，他在防守上总的来说还可以，啊，而且在进攻上他有机会也希望能帮助到球队。包括刚才那个进攻啊，可以说，哎，看西哲这个球直塞，送直塞，塞得非常好，但是赵宏略卡住了位置。对。所以西哲，你知道这种直 C 球，他有这个能力。董春雨马上来发动进攻，还是想打快。你看这个，这是谁？索萨吧？你看他第一时间他能出的，哎，可能手腕呢搓了一下，落地的时候是不是搓了一下？嗯。其实国安这块球员一受伤，可能对比利奇来说就紧张，哎。下边还能打中卫的可能就是靳鹏翔了吧，或者把金泰妍调到右边，把杨帆拉进来。嗯，当然这个球呢黄子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对，没有这个伤人动作。你看这埃弗拉
来开始拿球。好的，打过来。个人能力。局部参与进攻的人还是少，但是武汉队呢就地高位压迫，来挑战侯森的出球，只能长传。那如果你长传的话，武汉队达到他的目的了，就是把球权尽快的拿回到脚下。一种球，再转叫明天。明天这侧呢，今天因为对面是张稀哲加上李磊啊，所以防守压力很大。再转方浩犯规，哎，看看反击。两人的夹抢，这就是武汉队在中场中路的。你别说这个高保险，对裁判这球判罚还是真很准确啊。这个铲球没有问题。对。池中国有点太着急了，完全可以控一下，是吧？因为42分钟了，1-0了。埃弗拉真的是前场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刚才左边，现在到禁区里面包抄。转移，好球，传的不错。廖明天面对张稀哲，换左脚起，传中，好球，过门。又是埃弗拉。从后侧呢，直接一个前插到前点的包抄。这是这个，看看这球，哎，首先转移的非常好啊。埃弗拉突然启动啊，这传的非常好，是啊，卡在了于大宝和索萨中间，那这球应该索萨碰到了，哎，索萨给顶出去了，顶在他脑袋上，是角球，这球他要不挡一下还挺危险。嗯，上半场最后的阶段，这个裁判唐顺奇看看是不是要听一听视频助理裁判啊，给他的一些反馈。不是这个球啊，没问题，没问题。注意姆比亚，球发的不错，中路投出过门，又是侯森。那这个球呢，虽然顶到，但顶的比较正，侯森把球封出底线。这个侯森从上半场表现还是不错的啊，相当稳。所以说姆比亚他这个投球能力非常强啊。是。对，申花又进了一个头球。这刚才又是力压卢卡斯索萨。其实武汉取得这两个进球都是角球啊。第一场跟河北队埃弗拉投球，包括对申花姆比亚投球。对，就两个都是李航。对，完了运动战中还没有形成得分，看这次还是李航再传前点，大脚解围并没有开远，看二点的争抢不好，哎，机会再打啊，这个太急了，埃弗拉这一下，黄子昌很聪明，他做事要上抢，但是呢立在这儿没有动，结果呢反而扰乱了国安球员争顶的节奏。对，再来看这下解围没开远，我看黄子昌卡住位置，做事要起，没有动，两个国安球员抢在一块儿了。但这一下啊，埃弗拉错失良机啊，不是2分钟。其实刚才那个争顶啊，就是国安三个人去争，其实中间并没有武汉的球员，应该同伴相互呼应一下。对，因为是临时拼凑的防线嘛，可能在这个沟通上、啊、磨合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看这穆比亚的头球，真的吗？对，哎，这李磊很聪明啊，把球控制一下。传之前没有观察队友的位置，武汉队要抓紧上半场最后的时间。再转，好球，这下背身犯规了。那这个局面是武汉队愿意看到的，因为穆比亚又能上去。就像谢指导刚才说的啊，定位球是利器。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呢，国安队球员动作稍大，那我就是要去给球队争取赢得定位球。这个球背后踢人很明显，通过慢镜头是看看最后这个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武汉队能不能抓住这个定位球的机会。中路二连外围一脚撩射，赵红柳着急了，重新回到球场呢，肯定是要很渴望来证明自己。那无论如何，在丢球之后，整个上半场武汉队进攻端展现出来的东西，还是会让球迷朋友感到焕然一新啊，是有进步的。
如果这么踢啊，国安的防线下半场还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唐帅奇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当中呢，国安队凭借着张玉宁制造的点球由巴坎布罚进，第四分钟1-0暂时领先武汉。国安队的球员还对着裁判要说法，我觉着这个哎于大宝还是不错的啊，给球员拉开了、张玉宁有些愤怒和生气啊，但是姆比亚已经率先的回到更衣室了、是不是姆比亚跟张玉宁发生了争执、可能是对抗上呢，身体上的冲撞有有一个这个肘部动作，但是呢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要做就是回到更衣室好好准备中场休息，把注意力投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这一下球队的左后卫要上场，换下了18号方浩，这是 U21 的一个对位换人啊，两个都是年轻球员，当李星奇呢也可以去踢左边前卫。在边路李霄鹏指导率先做调整，国安这边应该是没有进行人员调整，就像您这个之前所说的，替补席能换的人呢、也不太多。对，确实方浩在上半场的表现一般啊，没有发挥出他这种特点。中超第四轮，武汉对北京国安，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上半场当中呢，北京国安凭借着张玉宁制造的点球由巴坎布罚进，1-0暂时领先武汉队。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武汉队在整个上半场的进攻端表现相当出色。哎，有机会起脚直接打门，被封堵，外面还有外部再打出去 了。下半场刚一开始46分钟，巴坎布梅开二度。这个可以说上下半场两场的梦幻开局啊。是。和李可做了一个握手的庆祝动作，那这下呢又是锋线双帅张玉宁率先来发动进攻，武汉队进攻比赛的节奏啊还是慢了。对，这个球失误是从右边后卫啊传给刚上来的29号李星奇是吧、滑倒了，让对方断上以后呢马上一个反击啊，其实第一次射门姆比亚已经挡了一次。对，来看一下这个，西哲这下给的非常好，没有停。那这个球巴坎布打门的难度非常大，先来看双中卫啊，外援中卫的联合封堵，然后呢直接抽远端，董春雨无力完成封堵。这个球可以说射的压的都非常好。比利奇在场边握拳庆祝，要么不开张啊，一开张就是梅开二度。对，所以赛前呢包括比利奇也表示啊，这个只要一个球来了之后啊，巴坎布的状态会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武汉队的临场了，往往呢丢了一个球啊就容易被打懵，能不能像上半场之后那样赶紧在进攻端继续推进起来。所以说教练经常跟队员讲啊，就是比赛一开始要精力集中。对啊，所以说这个国安这个上下两个半场啊开局还是抓得不错。是定位球，定位球看起来到后点头球再顶门前，巴坎布伸出一脚，但边裁应该是举旗了，举旗越位了。今天的边裁是施翔和张美林。再来看这高天意这个后点套的还是非常好，是到中路确实是有越位，其实这球完全可以用脚是吧，用脚射门，而且董春雨呢临时的这个反应啊做的也挺出色的。这个黄子昌这个失误太盲目。下半场一上来武汉队没有换上高中锋阿金啊，依然选择信任前场的小快灵。如果武汉啊有两个埃弗拉，我觉得下半场一定能进球。对，那就是一个埃弗拉不够用，这个直 C 还是有点想法。看到张玉宁呢就是尽可能避开姆比亚，他去找卡利索，卡利索转身运动能力稍微要差一些。对，张玉宁正面推呢打卡利索是有机会。
航，好球，再转，明天。国安这个机会把握能力还是非常强，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强队啊，你不要给这些球员机会，有机会他就能把握住。埃弗拉，快速行动，来非常快，对，你看这感状态好啊，哎。好的，这下转身，乌卡斯索萨犯规了。其实埃弗拉就好在这一我能突破，再一个传完球能往前插，和同伴形成机会配合。他除了没有阿金一米八九的个头之外啊，哎，找找其他的都很全面。这边上了，因为确实黄子昌之前和方浩呢，去围绕着埃弗拉踢打反击没问题。现在0-2落后，你前场是得有高点，对，一定要有个支点。看看那个定位球，场边要准备先换人，这换的时机还是比较好的，换一下，正好赶上一个前场定位球。没错，1.89米的阿金，上赛季在中甲效力，换下了黄子昌。看看这个换人啊，能不能起到作用？开起来，打到前点，头球一摆，卡里索。武汉队现在是四外援了。黄子昌不能说踢得不努力，但是呢，可能比赛方法上呢，自己还得再找找感觉。今天也是因为刘云呢没有进入大名单，所以原本刘云、黄子昌、方浩可以打局部的小快灵，但今天这个武汉自己的死亡三小呢打不出来。对，其实刘云这名球员还是有点特点，有特点，而且门前也有创造力。中国足坛现在真的是挺缺少这样很细腻啊、动脑子的技术性中场了。阿金上上赛季在中甲呢效率很高，11轮进了7个，但上赛季呢颗粒无收。哎，对于阿金来说，今天也是他在第一阶段啊证明自己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好机会，因为巴布迪斯唐呢已经结束隔离，马上要归队了。阿金用完了第一阶段，后面还用不用他啊？还有没有饭碗？阿金要为了自己的工作拼命。哎，刚才我们提到了前场需要两个埃弗拉，你没有的话呢，就尽量的来一个高点，去减少埃弗拉的工作量。还有李星奇，卡里索，赵宏略，因为田一农和叶崇秋呢出球能力不算特别强，所以武汉队的出球一般是围绕两个外援中卫来进行，对，然后往边路来分。而且国安的双前锋卡住了对面双后腰，这个中间渗透啊很难，只能打边路。这时候国安2-0了，就没必要在前场进行这种高压了。武汉队在后场出球的时候也得小心啊！这个赛季球队本方半场丢球62次，是中超第三多的，而国安的抢断是中超最高。那国安前场呢，可以像谢导说的，我不做压迫，但我万一做了，你是无法失误的，因为你一失误，我马上就地反击。对，所以武汉队呢后场出球容错率啊并不高，这点得小心。但现在有了阿金在的话，中卫可以长传嘛，实在不行我找高点。因为上半场大家也看到了，姆比亚上来之后啊，索萨不是每次都能顶出去。那这次换了冲击力更强的阿金，在国安防线防空这块找找机会。因为国安队在之前的比赛，尤其对阵上海申花啊，面对莫雷诺、金信玉，防空明显是有问题。这个球传的让于大宝，哎，这是一个机会来了，张玉宁。背后是二打四，1-3能不能过去？好球！左脚调整，好球！弧顶自己摔倒了，场地滑了。张玉宁还是拿球比较稳健啊，这下姆比亚也滑到了。
哎，看埃弗拉拿球了，结合球非常快，这速度没有吹，所以说光靠埃弗拉一个人不行，让同伴要支援。上半场那么拼，到了60分钟，这体能啊可能会有问题。对，看庄宁这，其实这两下啊，努比亚这球跟的没毛病，对，还是不错。西哲，周西哲拿球给到杨帆，再传，看落点，头球攻门。这球杨帆传的好，哎，这球传的还真不错。兜了一个弧线，想绕过努比亚。因为巴坎布呢，你跟他说这个正面去顶啊，他真不一定顶得过，真不越位，哎，不越位。啊、这个努比亚的位置有点往前了。努比亚和卡里索没商量好啊。对。造一位出失误了。田一农，李航知道身后有人啊，所以求稳起见。这个球又丢了，看见没有？这种不必要的失误太多了。对，刚才我们说了，武汉队后场丢球，中超第三高。这个从2-0和1-0对队员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对，肯定会有点着急。但是不得不说啊，埃弗拉真的是好外援，而且呢。6年的中超生涯可以说是中超成长啊培养出来的一个球员。其实在中国能踢这么长时间，说明在中国比较成功的是。上赛季超越了蔡胜啊，成为武汉队史的头号射手了。哎。而且因为在中超表现好，还进了科特迪瓦国家队啊，首秀进球还造点，这个确实是很不错的一段的中超的奋斗生涯。田一农，李克的犯规，其实输两个球了，其实可以把廖军舰啊打过中卫，我觉得可以把努比亚呢往前推推，哦，哎，让他打一个后腰。那您以前执教的时候对努比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事？对，他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啊，他打后腰是比较多的。确实，上了阿金之后呢，那国安的防线重点得防他。如果再把努比亚推上去，这个双高可能冲劲儿会更足。哎，你给他搁在后腰位置，他可能拿一下，而且两边传中的话，他可能进到禁区里。哎，能打一个 B to B 的中场啊！哎，再给倒三角，这个、非常好，拿下来到弧顶起脚门，一脚推射，外围还有张宏略。刚才的射门来自于五号田一农，想扣，横向的调整，再交非常好，哎，能不能打到边路？啊，其实明天呢，他在边路有这种助攻能力。是。啊，这一下杨帆啊，太着急了。对。你看左萨在鼓励他哈。他就是感受到身后有压力了，所以稍微有些慌乱。但是索萨呢，这两下鼓掌，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老将应该做的，因为你。去抱怨没有用啊，解决不了问题，鼓励呢是好的手段。来了，又到了武汉队招牌的定位球。武汉队其实定位球还是对国安形成一些威胁。是，镜头马上给到侯森啊，看看他的防空，关键找阿金的位置。哎，有国安球员倒地啊，他是球没有搁在线上。是阿金呢，好像是由巴坎布在防的，1.82米对上1.89米，球发的不错，传起来，头球攻门，这就是阿金，撞成了一般。从咱们这个角度看，其实，觉得飞向了球门哈，其实这个球是顶出了球门，看一下这个可能顶谁身上，哦，没巴坎布，巴坎布，那还是。角球再开起来，侯森出来双拳打出去，看外围先调整，李星奇没法起脚，明天起再吊阿金头锤，这球吹罚了阿金的犯规。卢卡斯索萨
30岁的巴西球员，是在休赛期从长春亚泰租过来的。这球防得很拼了。对，这个裁判就是吹罚，是阿金在后面一个压人，巴坎木角球7-0，国安虽然2-0领先，但是谢导今天也多次提到了，在阵地战、在传控上可能做得不够好，那导致呢自己也没有什么角球的威胁。对，包括这个从上半场、下半场这两个开局都得分啊，2-0领先了，可能作为边后卫啊，可能上来也不会太多了。哎，哎，看看李磊找机会，中间张宁再包到底线，直传小禁区到后点的位置，哎、再包、哦，巴坎布错失了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哎，这个可以说这个比他进球那个机会还要好。进球那下呢有难度啊，个人能力的展现，但是到门前呢这个球快乐起来了。这个看到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直摸脑袋，差一点帽子戏法啊。就是李磊这球传的还非常快啊，传的非常好，这球很贼，就是门将中卫两不管地带，多亏这个赵宏略这下跟的还是比较紧，是要不跟人的话，李可可能很轻松就推进去。没错，哎，差一点啊，差一点帽子戏法。哎，李磊今天第100次代表国安出战中超，也是他个人的里程碑，恭喜他。刚才这脚球送的质量相当好，看看武汉队反击，球没有交到李航的脚下。对，双后腰这个出球啊，确实如果成难题的话呢，李航在中路接不到，你只能打边儿。打边儿呢，埃弗拉又受到重兵的防守。哎，你看这个国安就是不怕你逼他，你看到没有？推直线，张宇宁拉出来，左边路张稀哲再套。这个球丢了。比赛继续，李航单对单了，那这下反身精彩的铲抢。确实，所在的经验上在哈。好球。李磊也上去了，高天翼，高天翼现在国安中场不能或缺的球员啊。对，其实你看下半场呢，西哲更多是在这个前腰的位置是要球，高天翼主要也起到保护池中国的作用，年轻有劲儿，池中国有的时候在中场的覆盖呢不像前两年那么高效了。池中国是能拼跑不死，索萨，哎，索萨这球虽然球没有给好，还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了。李星奇上来之后几乎是一个4-3-3的站位，埃弗拉虽然是站左边前卫，但其实就是当边锋来用。李航、阿金也站得很靠前，挑传，这个球其实没必要传起来。索萨直接回侯森，好，顶了上去。中路叶冲秋也来了，高位的压迫，看国安的出球，杨帆再交。好球，误打了个3-3，又到了杨帆的脚下，可能不能给西哲，好球，弧顶，张一哲停，再推直线，张一宁左脚打门，精彩的扑救，来自于董春雨，这是国安的这种打法特点啊，很细腻的短传渗透，张西哲就是在中路啊，需要他这种一脚球的这种隐蔽的传球，比埃拉要伤停至少50天的情况之下呢，需要张稀哲在10号位啊多一些这样有穿透性、有创造力的传球。对，而且张稀哲绝对有这个能力。其实稀哲这个位置啊，接球位置很好，啊，完全可以给他。那也要称赞董春雨刚才这次精彩的扑救。对，张玉宁呢还没有得分，好像。张玉宁呢？他的优点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但他在门前啊，有的时候就是过于追求力量，可能还是需要在冷静啊，找找角度，打门的时候要细腻一些，这可能是张玉宁下一步呢，可以去重点加强练习和提高的。
再来看，哎，看一下这个球啊，这下横向走啊，很聪明，传得非常好。包括上轮张玉宁在这个禁区里面也有一次啊，结果自己太追求力量给打飞了。其实每场比赛他都有机会。哎，反断，看看三打二，来，这球三打二，还没着急传，将张宁身后了，传的太慢了，节奏慢了，巴坎布禁区里面左脚停，调整再起，可惜了，反击的速率没起到。武汉感觉想这个体能可能有点跟不上。对，因为前面呢必须冒险去攻，体能的确有消耗，所以要做换人调整了。哎，看看廖军舰，廖军舰他应该是打中卫，打中是吧？右后卫也踢过，有可能像您说的呢，把他上到中间，然后让姆比亚顶上去，往上顶到后腰的位置，往前顶。因为国安这段时间拿球啊，中场传控衔接转换很娴熟，武汉呢抢不下球来。这个我觉得跟着武汉队这个体能下降也有关系。有关系。哎，所以看看这种球就是少打国安啊。所以看看姆比亚要不要呢？到中间给球队增强一下拦截能力。对，他其实中场的防守也没问题，进攻呢可能也能帮助到球队。李克，高天意很好的习惯，拿球前呢先抬头观察队友的位置，再叫李可。把田一农拉出来，但是叶重秋又来了。这是进入国安的一种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天意外围停一步，做事要打抢动作，球没有摘过来。赵红烈好球，看看埃弗拉能不能起诉啊？这是带球啊，结合球非常快。嗯。高天意从老远过来的一个犯规，哎，这个埃弗拉非常有意思啊，跟裁判说没有犯规，对方没有犯规。换下叶重秋，换上廖军舰，看看是不是把姆比亚啊往前推。都说国安的防线缺人呢，其实武汉呢也是如此啊。李超、杨博宇因为都伤了，卡里索呢又是火线复出，所以也挺。缺兵少将，哎，你看看，上去了，哎，姆比亚上去了，而且呢，上的位置更加靠前，就是要打成一个 B to B， 两个禁区都要覆盖。其实你二比零呢，就是应该这样去调整啊，因为你现在现有的人员，啊，现在前面是三个外援，张宏烈好球，没过去，没传好，杨帆的防守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进攻也不能指望他做太多事情。好球给到边路，张宁在跑，张一哲一直在观察，想送直传没有机会，然后廖军舰回来了。所以武汉队啊，对张稀哲那球一定要注意他靠近他，你要没有人防着他，有这种能力传出这种好球。是，现在呢武汉队应该是把队长李航拉在了一个后腰的位置，哎，把姆比亚可能往前推得更前了。是，往前走，再转杨帆，内部有李可、张稀哲，横向转移来调动武汉队的防守和体能。国安队这个赛季的中超传球总数、场均的控球都是最高的，但是打向禁区的次数只排在第九位。更多的控球啊是来在中场，哎，哎，看看这个球，哎，做得不错。西哲拿球，张继仁非常稳健啊。杨帆调整了很长时间，那有点太靠近球门了，低点没抢下来。巴坎布还有，武汉队有点被动了，而且这个被动来得太早，现在还不到70分钟。对，李星奇上来，单对单。扣一下，李磊
也并不着急，他知道球队需要做的是控球。其实国安一直在控球呢，武汉一直采取整体的移动逼抢，对他们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对，跟着球走这是最累的。对，那这国安控球有两分钟了，应该。这其实你要防守，必须要整体一起啊！你对国安这种控球能力比较强，必须一起去抢。然后就是等待这样的失误，看看李航，对，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武汉也要注意自己的传球准确率啊，因为你好不容易等两分钟才拿回球权，你不能轻易再丢，再丢的话对士气这个积极性打击都挺大。对，埃弗拉来了，但这下呢前面有离球，应该要有人动。哎，埃弗拉就是拿球就指嘛，一定要有人动。右边路明天再要这个控球率是56%-44%，看看明天这边。传球总数337-423，这差距其实不算特别大。又是一对一，看看埃弗拉来了，强行给他外线，赶紧啊，差一点啊，确实啊，太累了。大家对他也比较了解，中卫也会，这就是个人能力，你知道吧？杨帆呢，放底线。啊，防内侧，因为上半场有一个内切过来之后打中门柱。对，就是埃弗拉其实有这下啊，从左边走里线啊射门，他以前在中超这种球进过很多。对，那杨帆知道自己就单论短距离的爆发呢差不了特别多，还是能追得上的，所以刚才这个防守选择。对，你对这种有突破能力速度快的球员啊，你不要离他太近，防守的时候放一步，给自己一个调整的空间。张红雷上来了，你看他这个前腰这个位置没有人接，看见没有？武汉这个，对，所以说他跟前场没法串联。那李航呢，确实也跑不动了，只能靠传球了。啊，这个球传大了。对，这球呢是球领人走啊。对，这种球要想接到的话，必须得这个接球队员提前启动。但是明天呢可能差了一步，球确实也给的比较深。其实刚才咱们比赛前啊，前方介绍也说过，现在苏州天气比较热，可能这样对控球打控球的北京国安来说啊，相对来说体能消耗会更小一些。啊，好像国安北京国安这边也要做人员调整。这边啊，王子明要上了。王子明，换张玉宁，锋线的对换人。张玉宁今天制造了点球，在前场也非常的活跃。张玉宁今天表现还算可以，还不错啊。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得分。希望他为后面的40强赛好好的保持状态。王子明这个球员呢，其实比一奇是可以考虑多用的，因为他在这个赛季明显感受到比赛欲望非常强烈，上来时间不长，可能每场10-20分钟，但是呢经常会寻求这个个人攻门，而且打得还不错。所以对王子明这名球员呢，就是向前啊，敢于向前。对，就虽然国安现在可能没有了比埃拉啊，没有奥古斯托，但是前场呢就像比奇说的，这个需要国内球员挑起大梁，而且国内球员有这个能力。对，那武汉队现在到了73分钟，横线的转移，好球，一个斜传，这个拿大了，这就是没劲儿的表现，体能到了一个瓶颈了。这是手上的王刚，田一农往内侧走，这下犯规了。明天呢，这场比赛这个负荷很大，要防张稀哲，加上频繁助攻的李磊，自己还要插上。对，等右路走廊呢，基本上就自己一个人。丁永球来了。
的高度，球发的不错，双拳打出来，侯森出击的还是非常好，给了一个提前量，池国在追，池国确实体能好啊，应该空面球吸引了对方两个队员来抢，非常好，对，巴坎布，这应该国安就是所需要的，就是我快不了，我在控球，不要丢球。横向转，西哲这个插的时间非常好。西哲明天也到位了，中间再传这个球，后点还有头球，董春雨把球拿下来。武汉队的防线呢，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中场保护了，中场就是要去参与进攻，回呢可能也回不来，所以对于防线这个时候单兵作战能力要求很高。换句话说，现在田一农、李航帮不了防线什么，就得靠兄弟几个自己去顶了。打到75分钟，可能体能也是下降。对，就明显这个双后腰已经没劲儿了。你看这个姆比亚在前面拿抛球跑回来要球来了，也非常着急。这是两个，你看这两个外援的配合，还没有出界，第三下再抢。乌卡的索萨呢，选择卡身位，但这下被吹罚了犯规。其实位置卡的不错，可能是不是手臂有个上扬啊？把一个马上要出界的球救回来，然后趟过两个，再面对索萨，硬生生啊拼出了一次机会。对。那这下手臂有一个隔挡动作，这个确实犯规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这个球考验李航的脚法啊，看看武汉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定位球的机会啊。这时候要是进一个呢，比赛的悬念还有。对，直线距离不到30米，人墙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分了一个球员出去。看看姆比亚这个位置是先站在越位的位置，是不是回来再往前？这个赛季球队的助攻王李航传起来到后点，侯森没有敢拿，双拳还是打出去。这个球传的速度没有啊。今天侯森定位球这几个出击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对。对面的董春雨会有这样的问题，两边都是神扑型门将。董春雨呢，面对传中高空球有的时候不太稳，侯森相对来说呢，这点可能今天表现得好一些。45度，传中，戴奇投球，阿金在索萨的盯防之下也没有顶好。这个球，头顶球射门的质量不是很高。今天可能很多国安球迷呢，会对卢卡斯·索萨的个人表现，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对，因为真的是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啊，主力中卫都，该伤的伤，离队的离队。所以这个时候能顶上来，谢导上半场也说了，可能先发就是你的了。而且对于国安呢，这还是一个意外之喜。本身索萨是作为奥古斯托临时的替代者啊，打完第一阶段再看。那现在突然呢，在防线上增加了一个球员啊，在齐。这种球，没必要，我觉着应该多打一些脚下。你看国安这种高球啊，基本上都让对方给顶住了。是，只有李航传的还是不错，只不过，阿金抢回来了。哎，还有禁区里面二对二传中，但这球没给过来啊！刚才绝好的机会，卡利索后面拿球之后也很信任李航，直接自己不传，把球交给队长。对，那这下没到位。这就是于大宝啊，打过前锋，所以说他预先判断，把球给断了下来。埃弗拉很拼呢，这球背后犯规了。李克，第一位在中超出场的规划球员，非常不高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看一下这个球啊，挡下以后，哦，裁判吹了哨了啊！这年轻球员李星奇，对，就是这一下呢，李克不太开心，对，但是也马上投入比赛了。
直播间有很多武汉队的球迷呢，可能对球队的情况比较着急。那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能做的一个调整啊，就是拼了，把董学生提上来。董学生来，因为你落后两个，两个就只能去搏命。然后呢，再去起高球，通过两边这种传中。接球的位置啊非常好，黄天翼在交，卡里索这球也犯规了，这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对，王子铭背身拿这两下呢，还真的是特点。其实作为中后卫啊，这种背身拿球，前锋出接没必要犯规啊，你要犯规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位置，1998年啊，英阿大战，英格兰的索尔坎贝尔就是在这儿放倒了巴蒂斯图塔，才有了萨内蒂那脚经典的任意球得分，一模一样的动作，一模一样的位置。董春雨可能会有点紧张。这个位置，李磊啊，李磊可以踢，张稀哲也可以。所以，谁去罚这个定位？对，这边啊，明天倒地来个睡美人，然后人墙的平均高度还是可以的，尤其中间这三个。就是。躺一个人呢，就是要求人墙必须要跳。对，嗯，那这边躺的是赵红队啊，对不起，赵红队。看看李磊这脚打门，自己来了。球速还可以，就是高了点。是。董春雨，那这球绕过人墙，但是下坠的时间不够了。对。其实这个前场定位球啊，离这个十码线太近了，也并不太好啊。这样，这种弧线的角度就没有了。哎，以往这个位置大家都可能会选择一些低平球，但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中超，都会安排球员躺在地上。这个高天翼啊，这个给黄牌没问题，一张黄牌。已经三张黄牌了啊，从联赛到现在应该三张黄牌了，所以说。再来看背后的犯规，调过来二点球，李磊先挡，没有顶远，再顶又是阿金。来到82分钟了，阿金呢在法甲南特队出道，所以武汉队呢，我们赛前也聊到了啊，就巴布迪斯唐、拉菲尔现在回不来，在两人回来之前，阿金、董学生，包括埃弗拉，能顶到什么程度，这个就决定了武汉队的成绩了。对，他现在前场得不了分，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定位球得分啊，确实是武汉的利器。但我们看看数据啊，上赛季中超定位球获分最多的上海海港，12个球，就你最多也就进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还是得运动战打开。所以现在两支球队啊，都是处在一个等外援吧。其实你看中超到现在啊，现在成绩比较好的队啊，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外援人员还是比较齐的，回来比较早。对，你包括那个可能大家海对海港，包括申花，你现在你包括深圳啊，还有广州城啊，他们的外援相对来说还可以。是。你包括那个河北啊，这次武汉队断球，李航赶紧转，再交赵红略，埃弗拉背身横向想走，杨帆不让他转身。对，杨帆这逼抢是对的，你要让他转过身来，你就比较被动。是的，李航呢又回到自己这个比较熟悉的位置。
想打肋部，但球没有过去。倒地了，又是一个定位球。这穆比亚是非常有经验啊，夸得非常快，传到后点，右脚有机会，啊、看看能不能抢到，中间摆过来，但是没有过去，侯森把球放下来。侯森这位置站的还是不错的，是。这个战术呢，就是打远端，想再摆回来。这个思路啊，还是挺有新意的，但是对球员体能要求太高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好球！再转还是张宏略，单对单，面对李可，肩部的假动作到了弧顶，李航。那这下呢？裁判吹了。看看啊，看看这边比赛好像还在继续，哎，还在继续。刚才唐顺吉呢在看边裁的旗语，边裁没有动。李霄峰好像在说把这个球传起来，应该是。明天的投球，背身。阿金在交，局部呢人有点多，这球得适当的往外转一转，踢得太小了。李欣喜，这球确实太小了，应该转出来了。阿金的拼抢，哎，这个球拿下来，再转阿金，但是他应该在禁区里面啊，这个位置他拿球。不是他的特点啊，所以很有经验啊，后出去要个角球。对。86分钟了。这边国安再换曹永静要上来。曹永静。最后时刻呢，中场增加一下活力。但我们先看这个定位球，还是李航来投球，巴坎布二点。李可再顶，拼速度，好球，有机会。中国啊，非常积极、啊，是抢下一个来，但是第二个没有过。明天比利奇啊，非常生气，觉得明天这球呢有犯规，抽筋了。这边武汉的球员保护链，哎，顶不住了，但是咬牙站起来啊，示意接着攻。埃弗拉急停急转，穆比亚做墙，这球给小了。埃弗拉也没劲儿，但是穆比亚确实啊还能抢，而这种身体素质非常好，是远端其实有机会啊，给埃弗拉，对，局部三打三，给埃弗拉腾一个突破的空间啊，现在人太多他起不了速，强行下底，面对李可传左脚啊，球传的球速不够，而且这个球也掉不到阿金的顶上，那你就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了。拼尽了全力啊！对，真是好外援，孤掌难鸣啊！刚才禁区里面，哦，这球，对方冲起来的时候呢，踢到了吕磊的这腿部，换下赵宏略，换罗毅上来啊！罗毅是对位的一个调整，对，是打左后卫的。罗毅这个球员呢，年龄比较大，33岁，但是上赛季足协杯表现非常出色。他有一脚非常高质量的长传球，那么在最后时刻要是追求找阿金的头顶的话，罗毅是可以用的。换张一哲，换上曹永静。今天对阵家乡球队武汉，发挥也是合格的啊。对，打出了中场核心的风采。困难的时候呢，国安需要他站出来，嗯，增加中场的活力、拦截和拼抢。穆比亚看得出来着急啊，对。
赵宏略今天也拼到极限了。一张黄牌给了谁？一张黄牌是给谁拖延时间吗？啊，这边给的武汉队的球员拖延时间。啊，所以他那个第四官员在说，他说你这个换人手续没弄好，而且这儿还没有给、给裁判，所以你就上去了，这应该吃一张黄牌。这个可能太着急了。对，于大宝漏过来，巴坎布防守上得很快啊，罗毅一张黄牌，这个作为球员来说是有点冤枉。这时候换上来了，但是时间也过去了大概两三分钟，这确实也比较冤，还没上来吃一张黄牌。这努比亚很好用，只能说是很好用，但是呢对要控制情绪，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会是一个双刃剑，看场边的情况。哎，刚才这个镜头是给的是罗毅啊，没有人了，转身最后时刻，常规时间九十分钟了，国安通过传球来控制一下节奏。这时候武汉队啊应该最后高位压迫一下，球员去抢一抢，武汉球权，上面不是有四分钟啊，武汉队还有机会，十四分钟，看那个埃弗拉又跑到右边，对，你看他两边都能看见，向前这下啊，连续的三个铲球，横向给，再转，翻个跟头，赶紧爬起来投入战斗。埃弗拉，你看又是给埃弗拉，啊，确实体能消耗比较大啊，跟不上。对，而且现在武汉队呢，这个球这边脱节，不过国安队把球权又送给了武汉队。这个球丢的太快了。这会儿武汉队没有中场了，就是前面靠外援，长传吧。从这个位置发起进攻难度太大了。对，你这也说明就是武汉队就是在中场的这种组织这些球员啊没有这个能力啊，迫使这个姆比亚都得拉回来。补时也过了将近一半的时间，这个阿金上来以后呢其实作用也不是很大，对，没有几次找到他头顶，对，而且我们必须要说阿金这种球员除了这个当支点之外也要求不了太多。这是巴坎布下半场开始的精彩破门，张玉宁两次助攻吧，可以说是吧，都参与策动了进攻，加上上场比赛呢等于是球队的最近四个进球都和他有关系。嗯，巴坎布应该是要调下来了，上何振宇，这个做一个战术换人啊，拖延一下时间。锋线上的调整，比利奇呢之前也说过啊，早在2017-18赛季就看过国安的比赛，为什么？因为当时想替自己的球队签下后来去国安的巴坎布，所以他对于这个中超金靴是非常熟悉，也非常愿意去委以重任的。对，而巴坎布今天也回报了主帅的信任，倒地，这下背后国安球员犯规。另外呢，也换下了李可。上进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看看武汉队能不能拼到一次机会。罗毅，卡利索。确实今天卡利索啊防守是做得不错的，
这下董春雨拿大腿把球垫了一下，明天裁判没有吹，给了明天一张黄牌。这个有时候运动员控制一下情绪啊，因为2-0了，这个吃黄牌没有必要。明天一定要冷静。哎，明天还是有点上头了。对。他也马上要进入到国足的40强赛集训队啊。裁判已经看表了，会不会这球发出来以后就吹结束了？开个短的，还在渗透啊！那这种球打到前场太难了。反断，还是武汉的球权。长传开起来，最后的机会，头球顶到2点球，卡住了位置，李磊卡住了阿金。这样的话，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北京国安凭借着巴坎布在上下半场开局的梅开二度，2-0击败了武汉队，拿到了本赛季的一波2连胜。穆比亚在开场的4分钟送出了点球，这场比赛也很拼，想要将功补过。很遗憾的是武汉队没有取得进球，但我们必须要说武汉队今天在进攻端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确实比之前都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对，也希望祝福武汉队未来在进攻上能够做得更好，这支球队还是有机会去拿分、去获胜，包括去保级的。巴坎布无疑是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打破了进球荒，而且一进就是2个，继续保持自己国安队史射手王的称号。武汉队4场比赛仍然没有能取得胜利，是。今天其实表现的也不错，没错，尤其是开局阶段呢，1-0之后啊，顶住。